主料：鸡肉500克，芋头5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葱、香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所有材料洗净，即切块以料酒及花椒粒腌制，遇二滚刀切成块，将它破备用。先将鸡肉捉水备用，锅中放油烧至七成热，将鸡块放入锅中，炒至水干晾油后推至锅边，依次倒入豆瓣酱、干辣椒、姜蒜煸出红油，接着加入没过食材的水，大火煮沸，下芋儿及适量盐翻炒均匀，转中火焖30到40分钟，收浓汤汁起锅即成。烹饪技巧：芋头和鸡肉最好都先焯水，最后成品吃起来口感才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